哦，查的是吧？好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行，我暂时应该还不需要吧？有需要给你们打电话，好吧？这个不是很方便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好的。我真的很烦这种什么借款的。那我的问题来了，兄弟，哥，他还要求你有房才能借，那我都有房了，我还借什么呢？闹麻了，对吧？我都有房子了。没房子还接不了，电话拉出来，我不想拉聊天框，兄弟们。他们聊天会给你们看的，我不是很想露，好吧，就是这不影响你们看。红 buff 三级刷下。哇哦，节奏有点快啊。我来杀了吧！蜘蛛不知道会不会来啊？我这个血量被蜘蛛逮到，我要死啊！没有开打野计时，蜘蛛这个路线，它上半区应该还有一组野怪，有没有？还是说全刷完了？全刷完了。中路是已经有点暂时玩不了了。觉得走运吗？好吧。慢慢来。放松，伙计。算了，给他。他想排阵营，蜘蛛在这，我都不敢过去。他们联动有点强啊，这又要被秒了，一兵吧。中路要被人家提款喽，帮都帮不了，没法帮，看不了他的，看都没法看。
齐亚娜大招好像都没给。这个意识还行吧，我就猜到他可能他们俩要来，我所以说直接提前在这放眼了。中单感觉得少死一点，死有点太多了。走了。有点怕齐亚娜，自动这波会往下刷的。先把野区刷完，刚好刷新了。小龙得放啊。你这个意图太明显了吧。啊，把我当什么了。区域不大，算了，回家补个装备。齐亚娜这上到五河蟹是不是可以拿呀？抓不了，抓不到他，应该这么说。你往哪边走，他都会跟你唠，因为他有眼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走吧。齐亚娜回了。上野区被反了，不应该是不用去了，看有没有机会控一条小龙。试试我吧。
拿小龙吧，资源先控一下。蜘蛛来了。这有啥好退的呀，直接干他呀。吃潮虫吧。来了，稍微等一下。OK， 拿超虫。别打，对面辅助也来了。行，我是想反到红 buff 的。走吧，这么久啊，大师局，大师局，兄弟们，今天不用问啊，全部都是大师以上的。下海区刷一下，谢谢唐某的小月亮，谢谢交闪。把野区先处理一下吧。放松，伙计。奇亚娜没大，中路直接破他两座塔吧，一塔二塔全部一起破掉。节奏要快一点，这一把
对吧？不一定说能赢啊，兄弟们，我团战可能会被秒的，要小心一点。没必要交这个闪现去背啊，这个闪现浪费了，我感觉。回家买个装备，我要先回，我要先回，不急不急不急，不要急不要急，不要那么心急，不要乱啊，兄弟们，节奏要紧凑一点。可惜可惜。推下路的一塔，把外塔全部扒完，这样对面视野压力会非常之大。蓝 buff 是不是还在啊？还好，兄弟们，不亏的，一点都不亏。哇，这波有个大招，他妈瞬间给他三个人全收了，干，扫个大。但是蜘蛛拿的是非常舒服的，蜘蛛拿的非常舒服，蜘蛛拿我觉得是副作用，操作已经没犯啥失误，就是扫了个大招的伤害，但蜘蛛拿的还好。帅，对面拿经济，对，这波队我觉得对面拿我人头是负经济，兄弟们没毛病，我觉得就是这样的。抓波上单吧，我觉得这边有机会蹲到蜘蛛，我觉得有机会蹲蜘蛛。大龙呗，大龙辅助扛啊，这个闪觉得亏了，兄弟你觉得亏了，说明动位低啊，这波杀完蜘蛛必拿大龙的，怎么会亏呢？啊，你不交闪他有飞天有闪你不一定能杀呀，你杀他这条大龙是百分百拿，为什么会觉得有观众会觉得亏呢？这不可能亏的，知道吧？
是不可能亏的，你一定要交闪杀他，杀了这条大龙就已经是百分百拿的了。你阿能杀，所以说你分段低啊，人家有飞天呀，人家飞天还没交呢，就等着你交大招。人家飞天落地两三秒，你敢保证他队友不在附近吗？他队友都在附近，你不可能跟他拼的呀，哥们，懂了吗？他有飞天，一直没有交，卡在手里，所以说我要果断交闪现，不让他开飞天，懂吗？多学一下为什么啊？多学一学主播为什么会这么做，知道吗？退下吧，我去拿小龙。你在玩什么呢？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夏洛塔也推了是吧？蜘蛛心态已崩，野区被压五级。下一步我们要推上，把上路塔外塔全部拔掉，这个游戏节奏就是这样的，一步步推。这是我吧，加眼吧，不会玩打野不知道怎么赢，就看我怎么玩中期，我怎么玩你就怎么玩，就节奏不会断的。线不能放他过去的，我们这边要推上路二塔，你小子偷摸摸在这分我钱是吧？啊？贴着墙壁分我400块，他们应该没人会出来了，对面现在门都出不了。OK。